各位童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喔。这节课由我们的台中州副知事哈杨庭轩杨老师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各位童心，大家晚安。晚安大家好，好<了>我今摆咧学台语哈、喔，啊，我等一下哈讲、喔、一讲会穿插台语，啊，公念等一下，搞我纠正，好不？爱、嗯嗯嗯、咯，爱搞我纠正，因为我讲台语是最好笑的。 有跟我刚刚讲台语有一个腔无，无法度，我都正港的台湾人。啊，唔够讲台语度安尼的美林登，毋够基玛咧学啊。今天呢是要带大家来看台湾的历史。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一整天上课上一上，大家有没有概念呢？对台湾的历史、台湾民族，有一个概念呢？哦、啊，就听无，有吼。 我看一个人诶面露疲态，就累诶吼。我会尽量诶开心一点，让大家就是尽量不要睡着，好不好？要不要困起诶？再赶我讲，要不要困起啊？诶，再讲，开进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在座的童星有没有不是自愿来的？是何人逼迫 o 有无？亚秋有无？何人别来的？ 无，有一个有啊，无啊，你甲我同款。我一开始来台湾民政府上课，也是被人家逼来的。被谁逼？被我妈妈逼。啊，吼，迄当阵，我甲我讲，哎，阮隔壁一个阿姨甲我介绍讲，哎、欸，台湾民政府，然后台湾要变天啊。然后媽，阮妈就甲我讲，哎，你有听过无？我讲无。 啊！他们说台湾要换政府了呢。我讲你好难骗啊，敢有扣零。你刚听到的时阵，刚刚敢有扣零。接受中华民国教育，告给年七十年了嘛？冇扣零嘛！我就是跟我妈讲说，你不要听人家吼我姓沙。我说那个应该不知道是什么组织，不知道是什么团体。然后我妈说，那不然哈、喔，那个还约我们去他的那个州办公室。 然后去听，我就说不要啦。他说：“啊，你不陪我去，我去被人家骗怎么办？”我刚喝啦，博阿德博利基，奥罗博伊基，博伊基哈。我们当时的州长，现在的知识嘛，伊德贡，伊德贡，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台湾民政府现在台湾的地位是日属美占，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讲完之后，回去我妈就问我说。 阿、啊，你听有无？我讲妈、啊，我跟你讲，我政治能干，我听舞啊。这中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我那一天第一次听到，有没有很可怕？第一次听到，从小到大学的历史课本里面没有讲到，我不知道这个历史。然后，如果你对政治也没有兴趣的，你也不会知道什么叫做流亡政府。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刚刚吼，一讲的吼，我拢听无。我妈就说啊，她说有上那个开那个民政府有开初级班，你去上课。我讲唔来啦，我就感觉骗人，你讲叫我去上课。然后我妈就说你去啦，她就从早到晚都开始教我读啊，早上也在我旁边耳朵念哈，晚上也在我旁边耳朵念，你就去呀、啊，你去上完课之后回来再跟我们讲到底是什么。我就看我妈哈这么有兴趣，我就友好，我就想讲好啦。 我就勉为其难，所以我被人家逼来的。我就来上初级班，上完之后呢，你们今天现在在座各位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你听到一个好像跟外面从来都不知道的东西？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不一样？不介尴尬不？万一当中就是介尴尬，我就觉得说，哦，我听到了一个好像前所未未听到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哎。 刚刚跟宝郎拢冇讲，我就很快速的哈，初级班上完之后就很单纯的就相信了。然后呢，初级班结束我就去跟我朋友分享，我就讲，哎、欸，台湾民政府你有没有听过？没有对不对？我就跟你讲，我就把我初级班上到尽量吸收到的资讯，我就告诉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啊，隔天经过一个晚上，伊都看得有好，我就问他说，阿你刚刚呐？伊都搞讲，你好难骗啊？ 我就说，哦，接吗？然后他就说，对啊，我我跟你朋友哦，咋归你？我就了解你的个性诶，你都是单纯，人公啥你都信啥？你是不是没有上网去查？好、哦，你那在？果然是我的好朋友，我真的没有上网去查。我上完初级班，我就相信了。这样有没有很单纯？有没有很单纯？我就相信了。 我也没有去查资料，可是我朋友就说，他就问我，你没有去查？他说台湾的地位是日属美占，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不是已经放弃台湾的民利请求权了吗？都放弃了，为什么还日属美占？一样的搞湾门？我就回答他，我不在，我才初级班刚上完哈，们在法理啊，懵懵懂懂。 我没办法回答他，然后可是他真的哦，好朋友，他查了一个晚上的网络，诶，没困，然后哈、哦、问我了一大堆的问题，我真的都回答不出来。可是我只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可是我知道台湾民政府里面已经成立几年了，里面有什么？老师、博士、医生的也很多，硕士生也很多。 我说那些人的知识都比我丰富一百倍，他们相信了民政府，他们对法律任何条款的问题一定会比我还要清楚。我说他们提出的疑问一定有人解答、啊。我说我我的疑问就只要用问的就好了，行不行？所以我说我很单纯，我刚刚问 m a n k i t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已经被封闭了这么久，七十年。 你所查到的东西一定是真的吗？你看到的东西一定是事实吗？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台湾的历史，你会发现，哎、欸，好像跟我们从小到大读的有点不太一样。大家知道 Formosa 是哪里吗？台湾。Formosa 是一个美丽之岛的意思。它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是葡萄牙。 西班牙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环游用海航海，然后环游世界，对不对？那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有看过这个图吗？有看过这个地图的举手？没有哈。这个是台湾，有没有觉得长得不太一样？为什么切成三块？这是十三、十四世纪最早的台湾的地图。 因为那个时候呢，航海技术还不够发达，所以他们从日本琉球，然后经过台湾的时候，说：“哇哦，台湾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岛屿。”所以就把 Formosa 美丽这个意思赋予台湾。那这个是最早期航海画出来的台湾的地图。它分成三块，但是我们真正台湾地图不是长这样了。但是这是我们最原始的时候。 那后来，大家猜猜看，最早活动于 Formosa，就是台湾这一块岛屿的外来民族是谁？猜猜看，就你们的历史知识，荷兰，还有南洋群岛原住民，那也算，那就是我们居住在台湾原本岛屿的原住民，外来活动的民族，还有没有？荷兰，还有郑成功。 后很后期了，日本哦，西班牙，好，刚刚有人讲到正确答案，是谁？日本，这个就跟我们读的历史开始有落差了早在十三世纪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我们的 Formosa，就是台湾这块岛屿活动了。 一六三三年一直到一六三三年，德川幕府的守国政策禁止日本人赴海外发展，才转移的。那这个什么代表日本人比中国至少提早了三百年以上，就已经在台湾这块土地居住跟活动。那这个有什么证据？刚刚有人提到说，最早活动于台湾的是谁？荷兰。但是大家知道吗？ 荷兰人要在台湾活动的时候，他还必须在日本的华侨李旦调解下，他承诺我每一年要向德川幕府进贡三万张的鹿皮。本才说：“呵，你也塞李白，是这样。所以日本很早他就拥有台湾的主权，而且就连荷兰都必须得到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进贡三万张的鹿皮，他才可以进来台湾这块岛屿上。” 做活动，那大家知道荷兰为什么要来到台湾？东印度公司，因为在那个时期正在发展航海的事。那大家知道欧洲西方的世界最喜欢中国的什么吗？东方世界的什么东西？丝绸。对了，还有瓷器。丝绸跟瓷器对于他们来讲，就像黄金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利益。那荷兰呢？他也想要分一杯羹，所以他一开始他要选一个什么转运站？他选转运站的时候，最早是选澎湖。然后那时候的大民国就觉得说：“哦，澎湖离我太近了。”所以他有跟荷兰打仗，将荷兰赶出澎湖之后，荷兰就想说：“那我要选哪里？”转而选台湾。 荷兰人将台湾当做一个转运站，连接中国、日本的一个贸易。如果他是用利益来看待台湾，请问他会善待台湾人吗？会吗？不会。那他在台湾，大家知道有没有去过红毛城？乌溪龟吗？红毛城乌溪龟哈，淡水对不对？在淡水，那那个就是。 最早荷兰，他那时候为了有效的控管台湾、占据台湾，他所盖的那个就是乐兰遮城，他们的一个军事基地。那时候台湾人啊，受到荷兰人的打压，都叫做什么？都叫他们红毛鬼子，不听鬼了，红毛鬼子。那时候就是荷兰时期欺负台湾人的时候啦。后来呢？ 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台湾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的位置。大航海的时代，已经所有的人都在发展航海时代。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华中国，就是大民国所谓的汉民族，他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大民国那个时候，整个处于是锁国政策，这个是有一个什么重点？ 它会造就以后台湾的历史悲剧。早在十六、十七世纪那个时候，中国跟台湾就已经开始发展出文化上的差别。我们之后是,不是有一个二二八的历史悲剧，因为文化的差异太大，这就是中国它一直锁国政策后面会导致的结果。后面会讲。到这里有没有开始跟大家？ 学的七十年来，中华民国给的教育有点不一样。最早期大家都以为是荷兰、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来到台湾，可是最早期是日本人在台湾活动。有没有觉得你开始听到的，跟你想到的、读到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接下来啊，你要抛开原本你所读的历史，然后去接受由西方国家来看。 台湾的历史是什么样？真正台湾的历史，我们 Formosa 也就是台湾，它一个政权轮替的轨迹大概就是：1624年日本让与荷兰，刚刚有人讲到郑成功；1 6 6 2年荷兰让与郑成功；1 6 8 3年郑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1 8 9 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日本将台湾正式编入国土的一部分。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因为战败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我们刚刚有讲到荷兰东印度公司，请问荷兰在占据台湾的时候，他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完整的，没有。 大家知道它占据的区域哪里吗？现在看到的紫色这个区块有没有看到？大概也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荷兰人他在占据台湾的时候，他所拥有的台湾的主权是不完整的，也只有一部分。那后来刚刚有讲到郑成功将荷兰赶走的时候，请郑成功拥有台湾的主权吗？ 有没有拥有完整的台湾主权？他拥有的区块呢？大家看到红色的这个部分，更小了。这是当时郑成功所有效管辖的台湾的区块。那大家知道，郑氏王朝郑成功为什么要来占据台湾？对，反清复明。你们都很年轻、哦，吼。 都还在读书，所以你们现在学的历史记忆都很深刻，对不对？所以等一下讲讲，就会发现开始有点不一样。所以反清复明，对他当时的用意就是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将台湾这个占据为他的一个基地。那占据了这个基地，当时的大清国他会放过他吗？不会。 那请问郑成功他占据台湾的时候，他也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台湾他会好好的建设跟改革吗？不会，而且时间也非常的短暂。所以当时我们现在大家所读到的历史课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不是会说哦，收复台湾？事实上是这样吗？荷兰有他的目的，郑成功也有他的目的。 而且控管的范围都只有一点点。然后后来大清国将郑成功打败之后，大清国又拥有台湾完整的主权吗？有人知道大清国占据台湾几年吗？两百多年，两百一十二年，五顾不？有没有很久？经历了起码有几代？因为这样。 会导致什么？两百多年会导致文化上的改变，然后会让大家以为我们的祖国是谁？会以为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是从这两百多年的文化来的。但是呢，他当时拥有的台湾，一直到一八九五年。 大清对台湾的领土有效管辖，不给予 Formosa 的全岛，仅限于什么六个汉人屯垦区？有看过这张图的吗？有哈。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东半部吗？高沙族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要保护自己的猎场？进来的就、呃、很英勇吧？所以几百年来就这样保护。 那他拥有的就只有一半的主权，所以我们说之后要回归祖国，我们哪来的祖国？从来没有有效的拥有过台湾，不是不去啦，是因为他们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大清国所认知的台湾，大清国之前是谁？郑成功对不对？他是为了反清复明占据台湾，那大清国又为什么要？ 赶走他，因为反抗分子嘛。所以当他将台湾夺过来的时候，大清国的皇帝他们都还在航海的锁国政策。那时候大清国的皇帝他觉得哈，台湾呐就很哎啊，是化外之地，什什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荷兰郑成功？ 都没有要好好治理台湾，所以一直包括到大清国的时候，大清国皇帝看到台湾的时候，哦，还是没有什么开发的，知道吗？还是没有什么建设的，所以建设要不要花钱？要，盖房子要花钱吗？管理要不要花钱？要，文武官员要不要花钱？要，一讲我无要。 爱台湾这类所在，因为我刚刚爱开集人力物力，我刚刚就麻烦呢。那这时候呢，大家知道施郎」对不对？他就跟他建议什么？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也好，不得也好，五马赫，五马赫。可是他说，皇帝，我跟你建议，台湾这个哈。 你好、哦、还是要把它躲起来控管。你如果让给人家，很难保会有一个成功，又把它夺来做反清复明的基地，按起就麻烦了吗？然后皇帝就说：“啊，我不许开基啊，我不许开朗啊。”他就说：“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他用搬兵制度来控管台湾。什么叫做搬兵制度？文武官员，比如讲哈。吼” 现在我们这个桃园县，台湾桃园县，一个新上任的县长，要不要熟悉台湾？要不要熟悉桃园县这个地方？要不要跟你长熟悉？要不要熟悉家家户户？然后熟悉了之后呢，再做建设跟规划，对不？那那时候拜明制度，他就规定三年，干那三年呀，你。 从那边中国那边来到台湾，然后回去，然后包括你治理台湾所有的时间，只能有三年。坐船呐、啊，来回就扣掉半年呐、啊。你熟悉环境，扣掉一年，你剩下多久？尼泊尔，尼泊尔，他还有一个政策，他把你这些文官呐、啊、文武官员的家眷，都扣押在大清国。 为什么要扣押？他怕你叛变，他怕你来到台湾之后，跟台湾当地的这些住民结合起来，又反清复明，所以他把你的家眷全部都扣押在大清国。扣押之后，你来到这里，你就时间到，你就一定得回去，你不能落地生根。然后扣掉了一年半，你剩下一年半，那等你计划书写好了，给你写个几个月。 你施政的时间只有多久？差不多几年吧。安你被荷花怎么？那些你敢被荷花走？没、欸，因为台湾是一个物产丰饶、一年三收的宝岛。台湾的人口不多，我来到这里，台湾人很有钱哎、欸，台湾这块土地也很有钱哎、欸。那我要好好的做吗？不用啊。 我我也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呢、啊，我来这里我就尽可能的贪污就好啦，是不是？文官是这样，武官呢？要不要兵？要不要兵来控管台湾？要，一样也是三年，然后用一样的政策，但是他招征兵，他是征谁？他在中国征什么？无业游民。皇帝说：你们这些无业游民不慷慨，来这兵。 来台，福利又好，然后你三年混吃，然后搜刮民脂民膏，就可以回中国了。因为这样子的文武官员来台湾两百多年，这很长吧？你们觉得对台湾会有什么建设吗？会有建设吗？不会。我们台湾是不是有并入亚洲经济四小龙过？对不对？ 大家知道那些建设是什么时期来的吗？我们刚已经讲到大清国了，再来是日治,治时期，一直到大清国都是这样哦、喔。台湾哦、喔，都一直还是很荒芜哦、喔，卫生条件也很差哦、喔，因为没有人真心的想要治理台湾，包括大清国两百多年来都是这样。台湾不足城，他们说。 我不想在台湾花钱。你今天在桃园县要治理桃园县，你总是要给公务员住吧？他连县政府都不盖。你尼讲有几分不建设，不花钱，连派兵都用无业游民，就这样管台湾两百多年。所以大家知道吗？两百多年来，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 这个是大清国在占据台湾的时候的一个状况。台湾人民会抗议啊，会革命啊。从荷兰时期、红毛鬼子的时候，就一直革命到大清国都还在革命，因为所有的制度跟规定都是不合、不合我们人性的，他没有真正的为我们在着想。所以，大清帝国在一八八七年才完成台湾的建省。 意思是什么？他在占领台湾 （Formosa） 的西半部的时候，两百零四年了，才宣布将台湾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他有将台湾并入大清帝国版图，但是台湾有真正进入过他的版图过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刚刚是不是有讲到他有拥有过台湾完整的主权吗？没有。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地图只有一半？ 所以那一半的地图，它只有拥有西半部，就是六个汉人屯垦区。即使它将台湾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台湾也从来没有进入过大清帝国的版图。这样可以了解吗？我们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大那两百多年来，我们有没有被冲击到什么文化？嗯。 一定有的，时间这么长，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啊？台湾是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地方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譬如说，高沙族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信什么？基督教，不吧？然后台湾人很多是什么？拜神，有没有？ 可是，如果说你看别的国家，白国家是不是大部分会是同一种文化，对吧？可是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不同文化？这就是我们从以前历史以来，经过荷兰，然后郑成功、大清国，才会建立的文化。我们最早的时候，平埔族跟高沙族，当时啊。 每一个社，每一个社，虽然他们讲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可是呢，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最早期，大家有上过那个潘讲师的课，对不对？伊是不是有讲大家讲看球哇？看来这安、嗯，这都是当时是母系社会，以女性为中心。我们什么？没有文字，没有书。 只有代代相传，以灵魂不灭为传说。这个就是爸爸在德克巴莱他在跟小孩子讲：“哦，你以后要保护自己的猎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口耳相传，灵魂不灭，然后讲传说，我们的勇士传说，这个是我们最早期的文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都？ 不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因为没有文字，没有书。如果是因为这样，会不会很容易就被外来的民族统治？会不会会？所以，为什么我们本土台湾人一直以来都没有建立自己的帝国？我们都是以部落的形态，很容易就被人家统治。那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统一的一个文化、语言、书。 所以，这这是勇士传说，保护自己的猎场，然后就可以文面证明自己是一个勇士。这、就是最早期我们平埔族、高沙族，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文化，只是我们没有流传下来很多的文字跟书。那我们又被冲击了什么？刚刚有讲到荷兰他统治的重点，他将台湾作为一个利益的转运站。 对不对？可是这个利益的转运站，他没有想要好好管理台湾，但是呢，他却想要发展他的文化。所以他在通商啦，还有施政的重点，就是将原本居住在台湾的原住民，他想要将他的文化改成基督教。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多高沙族都是信基督教？这也是受当时很深的一个影响。 我们下个礼拜被冲上，贵林。那请问贵林欢喜的文化，是不是本土台湾的文化？不是。在还没有来上这个课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欸，汉喜欢的文化对吧？是不是？没有人真正了解过本土台湾人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外来的文化，包括过年。 中秋、端午，全部都是外来的文化哦。转播东西，往来，从哪里来？大清国来的。那、啊、当时两百多年，它影响了台湾什么？我们过的节日三大节庆：春节、七夕，包括今天哦，情人节快乐。有夫妻情侣一起来的吧？应该有吧？没有。 有啦，有啦，有吧？<laughs> 来台湾民政府过情人节很开心啊！这就是七夕文化，可是这个节日都不是台湾本土台湾人原本的哦、喔。有没有升级到了？秘书长他今天在上课，他才讲说：过年了，哈，我被卡打给蒙。你有包红包不？有啊，一点包啊，对吧？ 五个想要秉足这个文化真的不容易，可是等我们执政之后，我们要脱亚入欧，我们要建立属于真正本土台湾人的文化，而不是一味的遵循中国的文化。红包文化、红包白包都是中国的文化。所以讲好部长官，贵你俩没咖喱们啊，五包红包不？我要说一。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说：“哎，妈，我你给你包，包好与秘秘书长讲哦，我们要雅哦，所以沒紅包也在啊，干啥呢？我妈可能也搞怕。”所以，台湾被冲击的文化，平埔族、高砂族，我们最早就是以灵魂不灭、代代相传的传说。荷兰呢，他将台湾改为基基督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节庆。 都是受到来自大清国那两百多年中国的影响。我们很清楚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的演变以后会变得更好。可是我们从小到大学的课本里面都没有告诉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本质是不是很重要？从来没有学过说大家都在学什么？康熙、乾隆、雍正，哇、啊！ 还是《慈禧秘密生活》，应该都是在学这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呀、啊，对于我们来讲，跟我们有关系吗？现在大家想一想，刚刚有温、关黑，没有呢。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学中国的历史？跟我们本土台湾人也没有关系呀、啊。那本土台湾人真正的文化，然后从以前到现在真正的历史的演变，为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捏造。 我没有想过说，原来一个国家的历史课本是可以被捏造的，这就是事实。所以这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它造成的这个文化约制，形成了什么？现在大家脑袋里面的魔咒，每个人现在脑袋里面都觉得说，看大家的眼神就知道。你们还在想立功也刚起劲哎，刚起搞我拍呢。可是啊，有去查欧洲的文献。 国际的历史来看台湾，跳脱台湾的思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讲的都是真的。只有存在在读过，只有读过台湾的历史，目前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所编写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跳脱不出去。大家有看过这个吗？这个是我们马关条约、下关条约的。 原文，大家有看到大清国、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所签订的条约，在大清国之后，因为这个条约，台湾的历史地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台湾跟澎湖因为这个割让给日本天皇，这里有看到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有 然后北纬多少多少，这个是不是有很清楚的写到台湾跟澎湖的地理位置？有没有割让了？对不对？马关条约的时候，甲午战争，大清国打败了，所以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皇帝跟皇帝签的、哦，在这一章。 叫做什么土地权状？签了之后，一直追溯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有再签土地权状，就是像这样再将台湾跟澎湖割出去，没有，你找不到，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有再将台湾跟澎湖割让出去。重点哦、喔。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土地权状，到现在都还在日本天皇手上。割让了台湾之后，我们进入什么日治时期了，对不对？通常日治时期啊，我们现在大家所被捏造的历史课本讲到的，应该很少。 应该不会去讲，说是日治时期那时候对台湾做了多少的建设，才会有四小龙的产生。可是呢，历史它永远就是真相。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我那时候在上初高级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台湾民政府的讲师里面的人都说，日本人呐、啊，对台湾有多大的贡献？ 然后日本人对台湾瓦后都瓦后，可是，在大家的历史记忆当中，有没有抗日、抗日行动？有。然后有没有那种哎、欸，我们好像也有被日本人欺负过的历史记忆？这个是事实。为什么？当初在割让的时候，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大清国拥有台湾只有哪里？西半部。 那只有拥有西半部，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哦，台湾，只有一半而已。诶，原来大清国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那东半部我要怎么办？日本他就去问，依照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他就问美国他们，阿内万贝拉出力，我要怎么建构台湾完整的主权？美国就跟他讲，你要像我征服印第安人一样，用武力征服，因为他是部落嘛。 它不是一个政，它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它那时候只是部落形态。你必须用武力征服之后，你才能有效的建立制度，是不是？所以，他为了有效的管理台湾，才会有大家历史记忆中的抗日。可是，这个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时我们组成很多的义民军对日抗战。 然后他刚开始进入台湾的时候，他是用德国式的殖殖民主义严密控管台湾整个社会那。那那时候他们的兵死很多，哎，是被台湾人抗日打死的吗？不是，因为台湾人只有什么，刀割刀菜刀，有听过吧？用这个抗日啊！因为哈、哦，大清国两百多年来，台湾还是很落后。但是为什么日本兵死了三四千人这么多？ 知道为什么吗？对，病死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病死这么多人？台湾有多脏吗？经过两百多年来的大清国的统治，台湾还脏到可以。他们来到台湾就死一片哎、欸，不打就赢了啦，因为台湾就垃圾哎，卫生环境所有的条件都很差。那时候。 后藤新平他是最前期，大约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五关后藤新平时期，他来到台湾，他想说：哇，这么可怕，死这么多人。然后东半部又没有完整的台湾主权，所以那时候他决定要好好的将台湾建设发展。一个哈地方，你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建设。 的时候，除非这个地方啦，鸟不生蛋，狗不拉屎，不然的话，你只要好好的建设，它可以自给自足。可是大家知道吗？台湾啊，经历荷兰、郑成功，一直到大清国，到日治时期前，台湾都不能自治哦。台湾哦，是不是天气很好，物产丰饶？这是不可否认的。台湾是个宝岛。 台湾就是个大米仓，可是这么好的地理环境的条件位置，没有好好的去开发它的时候，它都没有自给自足，都需要靠什么外来你来控管的这个政府，你必须要资助台湾建设嘛发展。所以刚开始日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砸钱呐，他必须让台湾发展成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地方。 所以后藤新平刚开始，虽然他是用很严密的德国式的殖民主义控管台湾，可是呢，他是不是也有建设？有过，但是他也有功。我问一下哈，在座的童星有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举手。好，很多。那请问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时候，有叫你们去申请什么？户籍成本。 什么时候的户籍成本？日治时期吗？那请问为什么是日治时期，不是大清国时期？为什么？没有啊，对，没有大清国时期的户籍成本，对不对？这个有一个重点，历史的意义，一直到大清国都没有人在管台湾人的死活，一直到了后藤新平。 他将台湾做户口普查，家家户户拎归到有几靠子有几个人，伊拢甲你调查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现在要申请的是日治时期的户籍成本，原因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日治时期才做了户口普查的动作，这才是意义的重点。所以有很多的迹象，你都可以知道说。 所有台湾的发展跟建设都是从日治时期才开始，户口普查、土地调查、风俗习惯，认真的了解我们台湾的文化、生物学、科学、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发展，一直到了一九零四年的时候，台湾的财政已经可以自主。终于，在一九零四年，我们台湾不需要。 再靠别人来建设，我们台湾已经可以自给自主了，成为一个国家。那时候的一些公共建设，甚至比日本的内地还要先进。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是亚洲第一哦，亚洲很大，第一，所以甚至比日本的内地都还要进步。这才是台湾真正的面貌。你只要好好的建设发展台湾，台湾的地理环境。 位置，它可以成为很厉害的一个国家。后来呢，后藤新平之后大约三十几年，那时候换文官，文官田健治郎跟当时的首相原敬，他们想说商量啊，哎、欸，台湾呐、啊、是一个波动了，阿、啊、我把台湾吼纳入为自己的国土，好不？ 那些地马背吗？那纳入的国土，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它实施了一个内地延长的主义政策。内地延长的主义政策，它要做什么？童话政策。它将日本、琉球，然后一直延伸到台湾，然后要把它规划为日本的国土。那依照万国公法，它是有一些规定。 台湾人必须像日本人一起效忠天皇，你要有共同的意识、意念、效忠对象，然后日台共学、日台通婚，然后呢，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像八田与一有没有人认识？有听过吧？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八田与一修建哪里？嘉南大郡。 所以在台湾砸下这样子的建设，可以造就什么？我们的文化，然后亚洲第期经济四小龙。你看哦，八田与一，加南大军之父，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大家有去过这里吗？知道是哪里吗？ 乌山头，乌 K 乖哈，刚午睡不睡啦哈，因为他这里呀、啊，这就是我们八田一的一个纪念碑。为什么要纪念他？他对台湾做了多大的贡献？江南大郡的设计者乌山头水库、台北下水道新建、高雄港新建、桃园大郡等等的开发，都是日治时期现代化的重要的土木工程。 然后呢？乌山头水库成为世界第三大的水库，世界哦、喔，全世界哦、喔，第三大的水库，安内有搞不？就搞安内。那，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强调这些？有<沒>对吧？现在還在读书的没有，有吼有讲，<laughs> 还要考吼。这个就是我们啊，历史记忆上。 为什么你要去真正认识台湾的历史？这就是台湾的建设的由来。所以，我们这样子，因为它才让台湾成为什么鱼米之乡？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交通运输方面，我们的南北的纵贯铁路、轮船、港口、机场，全台的电力。 日月潭大甲溪发展的电力资讯传播网，建立媒体，让台湾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所以，我们当时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治时期奠定的。所以大家知道，流亡政府啊，中华民国，它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哦，台湾的建设已经比中国。 进步一百年了，这是文化上的落差。各级的行政、司法、警察、护政、农会、金融、财政体系，及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普及全岛的初級教育啊，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如果大家都有读过书，你还会不会随地大小便？你会不会建立一个文化素养？你就不会随便的去偷去抢？ 读书会教嘛？这个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对台湾的影响也是很重大。大家看到这些学生跪着在做什么？塔切训练什么武士精神？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教育。 会造成以后我们的事件“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因为大家在这个时期呀、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文化涵养。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学生，很漂亮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穿鞋子。这张啊，我妈垮掉的时阵，一共哎，一诺哎要弹琴了 啊！我细汉时阵，国宝也要谈钱呢。我讲你细汉时阵是当时，我细汉时阵差不多是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中华民国刚来控管台湾的时候，所以代表什么？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台湾已经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每个人都有书读，有鞋子穿，然后反而被控管，被联邦政府中华民国控管的时候。 反而没有鞋子可以穿，然后还没大家没有饭可以吃。这个呢？这个是日本啊，在日治时期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第一个成立就是台湾人所读的小学，然后这个是台湾的学生打赢日本的学生的一个合影留念，smile，这个。 层层坡，有人认识吗？他也很有名，在日本的地展入选，这、就是画家。这都代表了什么？我们刚刚看到打棒球、画展。请问今天你三餐都吃不饱，食袂饱、穿袂少的时阵，你够有时间画图你还有时间画画吗？还有时间去打棒球吗？ 看基的维护，好不好？这个是代表你台湾的经济文化都稳定了，你才有办法去发展这些东西。这都是证明，都是在这个时期的时候才发展出来的。所以看到的，一八九五年的时候，大清国统治下的台湾，乌拉撒吧，混乱了。可是。 时期的时候，市区改正后的宽敞道路是这样，两个一造五差了，这就是两个文化的差异。有没有认真的治理过台湾？终于，日本天皇他下了诏书，他经过了五十年治理台湾的努力之后，他决定将台湾纳入为他的国土。他下了诏书，在。 1945年的4月1号颁布《明治宪法》，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意义是什么？大家有看到这个地图吗？这是哪里？这个日本，这是台湾。那这一张地图呢？是日本的地图，纳入它的国土。那日本天皇他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有赋予台湾人参政、下达征兵令，所以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这一天，他颁布宪法的时候，这一刻，台湾就是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完全是合法的，依照着法律来走的。这还有一个案例，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意义。刚刚我们是不是有看到签订下关条约跟马关条约？ 对，签订下那个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他在这一点上啊，原本当初条约里面包括什么？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当时就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他说：“哎、欸，说淡姐嘞，你不你北塞吼搞辽东半岛过来呢，因为啊，它是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辽东半岛就是当时大清国的奉天。” 他们的起源地、发源地，所以辽东半岛是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他们抗议，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所以日本天皇就说：“好，那我还给你，我们再签订一个什么辽南条约。”日本天皇他又再将辽东半岛还给大清帝国，这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意义。 所以，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台湾还可以被割让吗？不行哦，不能被割让之外，我们刚刚看到的《马关条约》之后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有再将台湾跟澎湖割让出去。这就是重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是日属？ 这就是原因。可是呢，发生什么？一九四一年的时候啊，美日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讲的日期吗？我们什么时候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九四五年，对不对？然后一九四一年就打仗了。 那这个时候，请问打仗的时候大家会干嘛？逃命嘛，对不对？请问还会有人去管？现在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吗？一九四一年的时候就打仗，这就是现在本土台湾人在历史记忆上会混乱的地方。哦，我们什么时候成为日本天皇的臣民呢？什么时候？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可是。 那时候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所以很很多人他就没有去在乎，但是这个是事实，这就是历史重叠跟混乱的地方。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号，日本投降；四月一号才颁布昭和宪法，成为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九月二号就打败了。 那请问，几个月而已，四五个月对不对？这么短的时间内，但是成为不可分割领土就成为了，是不是？即使他打败了，那打败的时候，请问台湾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台湾是战败国，因为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 就已经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所以九月二号打败了我们台湾人，就是战败了。当时麦克阿瑟，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他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他说：“我想要哈将日本五马分尸，因为啊日本帝国太强了。” 他还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对不对？但是呢，我要怎么样把它分尸？他说：“为了不让它崛起，我将日本的领土，北方四岛由俄罗斯占管，韩国独岛，日本本岛由现在的日本政府，琉球联合国托管，台湾跟澎湖呢？” 他就交给蒋介石集团。可是为什么是蒋介石？美国的想法当时其实蛮单纯的，一德选功，华人或许会善待华人，语言比较好沟通嘛。那我就将台湾跟澎湖就暂时交给他代理占领，因为美国是主要战胜国，他有权利去分配战败国的领土。 因此，他所分配的其他都是代理占领的法那个法理地位，只要很清楚，他只是代理受美国的命令代理占领、占管台湾。后来呢，就开始啦，台湾七十年的历史悲剧，在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前，台湾有两个月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我问问大家，没有政府的情形会干嘛？一个国家没有政府，要会乱吗？要不要去抢全联？要不要抢 Seven？太小间了，要抢大一间一点，抢银行，是不是会乱？可是我刚刚是不是有强调，日治时期的五十年，它造就了台湾的什么文化？很深的文化哦。 没有政府的两个月的期间，台湾没有动乱，台湾人自爱，组成自卫队，自己管理自己，等待什么？当初所谓的以为的祖国，要回归祖国的怀抱，台湾人的错误认知，因为清零，大清国两百多年嘛，占据台湾两百多年，以为我们不想当战败国。 我们以为回到中国的怀抱，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变成战胜国。台湾人不知道、不清楚自己台湾真正的地位，所以就这样以为。结果呢？当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占领日。哦，台湾就几年了，六百多万人口而已，物产丰饶，一年三收，大米仓。 人人有得吃有得穿，吃得饱穿得暖，人人都是大地主。今天我要把台湾占为己有，集体强迫台湾人民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现在大家手上是不是有身份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怎么来的？他发给你没有问你意愿呢、欸？他没有问你要不要做他的人呢、欸？他就把身份证就发给你了，叫你去领。然后台湾人马公公问，就去领了。 他就去领啦、啊，然后叫你投票你就投票，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过说，哎、欸，我们是日本的臣民呢、欸，没有，所以集集体强迫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然后他要做什么？这时候呢，难道真的台湾人全部都这么笨吗？也没有啦，毕竟我们日治时期是不是有五十年，培养什么律师、医生。 博士、硕士、老师、艺术家，有没有培养这些人？才会有层层坡嘛。培养了这些人有多少人？两万到三万的精英呢、欸？两万到三万，很多的精英，他可以组成什么？坚强的内阁，坚强的议会，他要组成一个管理台湾的政府都没有问题。抗议嘛？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二二八事件。讲到这里啊，我都觉得现在会心酸，以前小时候读過二二八的时候没有感觉。正常来讲，现在年轻人都政治能感，对不对？我也是。二二八哦，它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哦，好像就是屠杀人民，好像。 然后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也不干我的事情。可是，当你真正的去了解他的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台湾人好心酸哦。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家，然后好不容易培养出的精英，还要被全部杀光光。中华民国他想要窃占台湾，但是。 这些人抗议，两万到三万的精英抗议，陈怡，这些贪官他们怎么做？我们没有武器嘛？地沟道菜都可能有进化啦，可是武器还是很少，全部屠杀光光。大家知道刚刚那个有名的陈陈坡是怎么死的吗？画家，他从车站走出来，然后呢就被抓起来，然后双手合着。 然后从这个手掌中间穿过去，然后跪下，然后砰，直接就地枪决，完全就是直接现场，就在车站前面，是这样的屠杀，很少人去看过历史的片段吧？台湾有没有被封锁？有，因为啊，在台湾你要找二二八的纪录片找不到。 很难，可是你去国外的网站找得到，有没有可怕？有没有突然觉得哦，好像真的被封锁哦？这是事实。你在国外看得到，有纪录片，在台湾你找不到。你怎么上网查历史？七腿波？因为这样子残忍的屠杀之后，他发现好像还不够。三七五减猪。 跟着有其田，大地主变小地主，公然抢夺人民的财产，用这些政策把你们的钱全部变成我的钱。他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物资？因为当时在他自己的国土中国，中华民国共产党跟中华民国国民党在国共内战，自家兄弟正在打仗，所以呢。 他需要钱，打仗要要钱？刚好，太好了！台湾是一个大肥羊，送来我的口罩，我搜刮完，全部去资助我的国共内战，资助我打仗。所以台湾人当时吃得饱、穿得暖，突然之间，很多人饿死街头。当时，这就是回归祖国的情景。 所以，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控管台湾的时候，二二八事件多么惨烈，然后呢，就开启了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没有听过白色恐怖、戒严时期、瓦故刚才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有没有很久？我都还没三十八岁，三十八年又。 五十六天这么久的时间，有没有足够将所有的人都洗脑了？够长了。而且戒严时期是一样，你只要有任何的声音、任何的意义让我听到，晚上你就不见了。那你安内利瓜卡够吗？吧。就这样捏造了台湾的历史，然后将所有台湾的人洗脑。 然后知道的人都屠杀，不然呢、啊？以日治时期台湾的建设跟发展，继续到现在，请问台湾会是现在那个政府没有钱就马路再挖一挖就有钱了？还会这样吗？天天在做路，台湾人的发展就不是只有现在这么单纯。大家知道日治时期建设台湾，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建设，一建设都是。 一百年，台湾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建设蓝图都是沿用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这就是差别。可是美国啊，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号，中华民国战败了，他的自家兄弟的国共内战，一怕苏啊，他败给谁？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他当时被赶出他的首都南京，一个政府离开他的首都，离开他的国土，在这一刻，他就成为流亡政府。这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由来。为什么他是流亡政府？因为他输了，被赶出自己的国土，就是在这一刻，美国就想说：“阿联比亚娜」。 他没有想到，我将台湾跟澎湖交给你暂时管理、啊你。然后还发生了什么？二二八，然后还做什么？将台湾人集体强迫改为中华民国国籍，全部都是违法的事情。他想过要那个时候，他想过要将中华民国赶走，因为他觉得台湾人被虐待。可是呢？ 1950年6月25五，韩战爆发。韩战爆发救了流亡政府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美国因为他要反共，中华民国的立场跟是一样的嘛。然后他又自顾不暇，他为了要去打仗，韩战，他没有办法，没有这个空闲再去理台湾的人，他有贵婚不？所以他牺牲了。 为了反攻，他牺牲了谁？牺牲了我们，牺牲了台湾人。所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有中华民国，那他只能在哪里？暂时，在台湾。这个暂时有多久？七十年了，到今天有七七长年啊。这个叫暂时，就够了呢，差不多了。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要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我朋友是不是问我，《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有写到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利，对不对？我一直到这一刻，我终于了解，不是放弃了吗？对啊。 日本他放弃的是主权权利，可是日本天皇没有放弃领土主权，它的差异性是什么？领土主权就是你所谓的，我刚刚看到是不是有一张土地权状？土地权状是不是一定要签？哦，你台湾啊、澎湖啊，然后这个地理位置啊，签一签，然后签给收受国，没有，没有这一张条款。然后主权权利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不是站在这里帮大家上课？我在使用我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个土地。那请问，这个教室、这个土地会是我的吗？不会。土地一定有土地权重的人走上嘛？对吧？他有地主。台湾的意义就是这样，他放弃了台湾的管辖权，我没有办法、没有权利来过问管理台湾。 可是土地权状我没有割，土地权状还在我手上，我没有割给瘦瘦，国，我也没有签这个条款，让大家理解吗？所以这就是放弃的是管辖权，但是他并没有签条约割让台湾跟澎湖。可是就是有人会问我，也是我朋友问我，三个公报。 不是有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不是都说台湾要还给中国吗？那为什么没还呢？这个叫什么？单方面的认知希望，不是正式的条约，意义是什么？还是土地权状？今天大家都在抢、在打仗、在争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说：“啊，玩个 a m 时阵，我甲你讲，你这物件爱行合一。”然后你有同意吗？请问日本天皇有同意吗？没有。他没有同意的情形下，战争结束了，也没有签立条款。阿、啊、内，所有公报公利爱行合一，这样会成立吗？不会成立。一定要双方签字合约了，才能成立。 这三个小孩啊，在抢这个球啊，球是我买的，发票在我口袋里，球是我的、啊，对不？土地权状在谁手上？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所以台湾是日属的地位。美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是主要战胜国，所以一直到现在，台湾真正的法理地位就是日属美战。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以假乱真欺骗台湾人六十九年。到这里，对台湾的历史有比较清楚的概念了，对不对？那有没有觉得台湾民进户啊,啊？我下面外怕广告，不啊？我嘛有这类尴尬，替当尊。为什么台湾民政府不打广告？有啦，我们过年初一的时候。 我们六周都会收到《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报》都会登头版、半版，登台湾民政府的广告。这是我们经历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才得到媒体的支持。为什么？一开始也想打、啊，可是请问现在的台湾管理当局是谁？还是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它控制所有的，包括媒体、政党。那你今天所有的媒体，你要报道台湾民政府的广告、广告的时候，或是新闻的时候，你要不要看中华民国的脸色？当然要啊！你要不要捏造？要啊！这就是封锁。可是当时我觉得在刚我抠零。可是大家想一想哦，大家知道北韩吗？在吧。 北韩，我们在看北韩的人，我们是不是觉得就喊哎？以现在这个现代化、这么文明的社会，资讯这么发达的社会，北韩的人民还可以生活在这么封闭的情形下哎、欸，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哎、欸。可是，请问我们台湾人呢？我们有真的走出国际吗？没有哎、欸。你今天出国，你会去国外玩啊？会去查台湾的历史吗？ 去看二二八的影片吗？不会。所以台湾的历史你读了，你就相信它是真的，这就是捏造。这你到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读的是假的，你还不知道哦。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台湾国际地位是什么，因为你就觉得我上课的应该就是真的、啊。我们跟北韩的人民一样，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叫你拿他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投他的议员、投他的总统，你就去选，那就代表什么？你要做他的人，你要做中华民国的人啊！那他体制内的政党呢？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独派的，请问这些政党，包括民进党，是不是中华民国现在管理当局的人？ 是哦，请问民进党他登记什么？大家知道吗？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他前面写什么？中华民国，他仍然在中华民国就是的统治下，他一样领的是他的薪水，所以他说台湾要独立不可能，因为他不知道台湾真正的法理地位。 他以为自己可以脱离中华民国，但是没有。他登记的名字就是了“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这就是事实。唯一要脱离的只有台湾民政府。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啊，就是跳蚤的故事。跳蚤啊，它可以跳比自己的身高高一百倍这么高的动物，但是啊，你用盖子把它盖住。 他跳的时候，你拍桌子；他跳的时候，他会撞到头，他就会跳低一点。然后你把盖子越换越矮，他每次都撞到头的时候，他就很聪明，他他就会跳低一点。然后等你把盖子换到已经接近桌面的时候，你再拍，把盖子拿开再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不会跳了，他用爬的，就不是跳蚤咯，是爬蚤哦。可是已经没有盖子了，为什么他不跳了？ 因为他说：“我每次都撞到头，我不想跳了。”这叫自我设限。我们现在的台湾人的状况就跟这个跳蚤一样。中华民国给了我们很多的媒体的资讯，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打开自己的眼界去看这个世界真正真相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就过得不错了，可是大家不知道以后我们可以穿那个阿拉伯装，然后成为石石油的产国。 我们不知道，等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候，南海的石油可以开采。为什么现在没有国家可以开采？美国不行，中国不行，谁可以？他是台湾的，可是台湾国际地位没有正常化，所以不能动。那台湾国际地位要不要正常化？当然要啊！台湾人以后会很有钱、欸。 所以不要自我设限，不要想说我现在的生活就过得不错啦，很好啊，我也不想要改变啊。可是你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中华民国的政治炼狱下，我们以后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你既然要放开一点，远一点，看得广一点，要看国际，不能只看台湾。现在都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所告诉你的资讯。 你还敢相信你看到的是真相吗？我们现在讲的是政治的台湾，他创造的啊是一连串假象的展示。要会看东西，那大家知道有谁看到了一个很聪明的人？大家有上过他的课？啊，秘书长林志深，他在二零零六年的时候。 他带领两百二十八名228事件的受难家属，提高美国政府。他花了将近三四个月，快半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出过房门，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都吃罐头，然后读什么叠的跟人一样高的原文书《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然后他从里面哇、哦、发现。 原来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是这样的，所以他告美国政府：“你没有什么，你没有让本土台湾人拥有自己的国籍。”这这是为什么？因为国际战争法跟万国公法里面，它有规定：占领全国必须帮助被占领国成立属于当地的平民政府。 协助他自治。可是你美国，你没有做到这一点呐、啊！你放任我们被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欺负七十年，然后台湾人不能入联，不能公投，然后台湾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地位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入联？都不知道，还以为被中国打压。中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一直到最近，他们中国终于有在读书了，他们终于。 知道说哦，原来不能再说台湾是他的，只能说台湾是他的核心利益，他想要的利益，不能再讲台湾是他的。他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所以，二零零八年的时候，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最高法院判决本土台湾人无承认的国际政府。 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从二二八事件那时候，陈仪他就有计划的将本土台湾人全部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包括我们现在拿的那一张国民身份证的后背后的右上方，你摸有一个透明的条码，那个都是他在辨辨别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他们的人。那他决定公考的时候，要不要给你高分一点呢、啊？ 让你做一级长官，这都是不知道的政治阴谋，生活在政治炼狱，被打压。所以，二零零九年的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受理了本案，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最后，二零零九年八月六号，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我放弃跟你辩论，立功哎，浪是金哎，我承认。那承认之后呢？是不是要将台湾还给我们？对不对？美国这时候就问了一句。这时候他搁置本案待审，为什么要待审？美国说好，立哉啊！我把中华民国赶走，立五郎也在接掌政权嘛。 你有人？你有政府吗？我可以协助你成立属于台湾人的平民政府，协助你自治。不你够烈五郎啊！这就是各位为什么现在坐在这里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上课？因为你要协助本土台湾人接掌政权。他说，当初流亡政府他来。 占据台湾的时候，他带一千名公务人员，台湾人那时候是六百万的人民，现在有多少？两千四百万人民，差不多。所以一比六，四比二十四。那我没有要求你多，你四千名，不公平啦，还有公平啊。所以这四千名你训练起来，我审核可以，我就把政权还给你们本土台湾人。 所以各位，秘书长他有说过，现在进来的都非常的幸运。台湾民政府已经为本土台湾人打拼这么多年，今年即将要执政，就在今年，各位都不需要等太多的时间，几个月后就可以看到成果了。我们那些中央职工，每个人都每天这样子花多少的心力在为台湾民政府付出，可是今天各位现在进来的时间。 非常的刚好，就几个月就可以再看看到本土台湾人出头天的一天，这个就是重点。所以还有人没有去辦身份证吗？还有对不对？赶快去办，最起码最起码你一定要拥有这一张属于本土台湾的公民身份证，本土台湾人的公民身份证。 是美国军事政府所核发给本土台湾人的证明。我要做台湾人，我不要做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人。所以这张身份证很重要，而且今年的一月一号的时候，全世界的一百九十四个国家就已经都通用了。你可以去试试看，进美国白宫，你必须拿晶片的身份证，你拿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进不去的。大家有看过这个图吧？ 它是不是代表我们台湾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奥运，对吧？请问上面有看到台湾两个字吗？没有，全译台北。我都在想说，原来哦、喔，台湾人就是盲目的，都瞎了吧？明明我们看新闻都一直在看到这个东西，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说上面没有台湾两个字，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代表台湾呢、欸？ 有没有突然觉得好像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只是看新闻，可是从来没有想说这个新闻跟我们自己有没有关系耶？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有看过很多的证据：财军、行政院废止案、平潭岛建设、国共和解，它代表什么意义？Google 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财军，一个正常的国家需不需要保卫自己的国家？要吧。 要保卫自己的国家要兵，为什么要参因为国际战争法里面有规定，一个流亡政府只能拥有自卫队，不能拥有国军。自卫队是十二万人以下。如果你拥有的军队超过十二万人，你在国际间就称为恐怖组织。美国跟中华民国说：“立煌人话很难，社工，你赶快把你的兵将。 对一下，不然你在国际间就是恐怖组织。裁军真正的原因，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只知道裁军哦，为什么要裁军？但是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以后看新闻要学会思考。现在既然来到台湾民政府上课，你所看出去的眼界就要跟别人有所不同，才有意义。然后上网打被子案。 它还不是一条两条哦，你随便打，它啪就是一堆，很多条。一个正常的国家为什么要废止这么多的案？它需要治理吧？可是对它来讲没有用啦，因为它即将要撤退的地方是金门、马祖跟平潭，地方都很小，其实用不到啊。你再点进去看，随便点一条，总统马英九。 同意的废止条例，随便一条都是真的，你上网就查得到了。那想一下，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他要离开。大家有看过这个广告啊，那个新闻，平潭岛，它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落后的。两三年的期间，建设的非常的漂亮。 他想要复制台湾建设蓝图，五岁吧，台湾还没这么漂亮，对，大概资源都挖空空了吧？那这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他必须撤退的地方，所以他将这些盖得这么漂亮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台湾人的血汗钱呢、欸，都是从这里来的、欸、昨天啊，前几天。 我姐姐哈，她的公司是那个做这个投影布的。她做这个投影布的，她就跟我讲说公司快倒了啦。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说你们老板对你很好啊，你我没得啊？我跟我笑咪，都怪中华民国。我说你台湾民政府的中毒太深哦、喔。我说你不可以什么东西都怪中华民国。她说真的，她就拿证据给看，她就摊出来。 他说：“以前啊，我们的他们这个都是有配合一些学校、公家机关，那他们都会有规定补助费。以前大概可能他给的经费，哦，一台可以买一万。然后，呃，好像前哎前几个月他改为他改为七千多，然后一直到这个月他又发布四千多。” 你从一万多一直变成四千多，请问你要跟谁买？我姐姐的她所带的公司是台湾的厂商。那请问有谁可以买到四千多的东西？中国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才可以买到这么便宜的投影部幕？那些学校她只拿到这样的经费，请问他得跟谁买？她还能用台湾货吗？该、嗯欸。 他只能跟中国买、欸，是不是强迫性的？你就得跟中国买，这个就是事实。我们知道吗？很多人都已经深受其害了，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他很多的政策都在挖空台湾的钱，所以六十九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政治炼狱。大家知道这些学运啊，太阳花学运，你看被冲倒的这些学生，他们去抗议的时候，请问？ 去参加学运的学生，你们相信他们有看过《服贸》的条约吗？你们相信有几个吗？我们前一两期有太阳花学运的学生来上课，我问他：“你去参加，你有看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去参加？”“哦，就是去参加啊。为为为了救台湾。”可是大家知道《埃克法服贸》里面条款里面完全没有写到台湾两个字。 完全没提到台湾，那他们签的是什么？国共和解，因为他要去平潭嘛，他们要撤退到平潭岛去。国共和解签的这些条款跟台湾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去抗议啊？还流血、流泪、流汗，是为了谁？所以迷失的台湾啊，很严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观念是什么。 重要的史官，你必须要去导正。我爸爸他以前哈，他也是政治狂热，他不太相信台湾民政府。然后我那天我看到那个平潭岛的新闻，我就问他说：“爸，我问你哦、喔，为什么呢？台湾人他可以去中国，就是平潭岛，可以去那里当官？”我爸就想一想，我跟你讲，我妈不在。 伊妈姆在，他终于被我问倒了。就在这一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回答我说：“伊妈刚刚奇怪，不正常吧？不同的国家，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当官？”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的观念要导正，你要会看新闻，然后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是什么，你看到的东西才会是真相。然后起心动念。 现在台湾呢、啊？现在台湾民政府需要配合的是什么？我们还差几百个人，完成四千名。大家赶快介绍同心来为以后的台湾人服务，然后再配合我们的控美案。大家都知道，我们三月十二在美国联邦地方法院那边会控告，然后呢，三月十二那里我们会召开记者会，国际的记者会。 这就是在那个时刻开始，台湾这件事情，全世界都会知道。然后我们过年在年初一的时候，各大头版都会刊登台湾民政府的广告，各郡的办公室。这时候有没有突然觉得有点紧迫感？几年来台湾都不知道，现在就在今年，各位有幸，赶快为本土台湾人做一点事情。 这是我加入台湾民政府以来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使命感。我们没有想过啊，这一辈子啊，你有机会可以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可是台湾民政府给你这个机会，然后当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要不要把握，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现在就是为本土台湾人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团结，一起加油，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